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四十五面，第四十五面，第二行。这是所辟根基最后的一段啊。盖此法门，巧辟诸根，如要解云：上上根不能喻其坤，下下根亦能真其喻。凡圣其寿，立顿细辟。这是最后的结论啊，总结这个法门，确实使如来就近的方便。这个究竟也是圆满的意思，一丝毫欠缺都没有啊，无比的圆满。他什么样的根性的人通通是合啊，修学这个法门呢还都能成就啊，这不可思议。欧耶大师在要解里面说，上上根不能喻其坤，这两句话好啊，讲得太好了。啊，坤是什么呢？在此地的意思是范围。啊，你不能呢超越它的范围。它的范围太大了，变法界虚空界。下下根呢也能真其喻，真实到达。也能到达佛的境界。欧耶大师不是普通人呐、他住的这个要解，虽然只用了九天的时间，他后头有一篇跋文，九天时间写成。印光大师对这个要解的赞叹，说是即使古佛再来给弥陀经做一本注解，也不能超过其上。这个赞叹呢也赞叹到顶点了。早年我在新加坡，演培法师有一次就提出这个问题来问我，印光大师对要解的赞叹是不是太过分了？问我这么个问题，我回答他老人家说，我说印祖的赞叹呢，一点都不过分。赞叹的非常恰当。这是实话了。我们这一生有幸，还遇到这样的盛会，只要能信得及，真信，依教奉行，这一生也能真其喻。
啊，我们也能够啊，达到弥陀如来的十报庄严土。所以这个欧耶大师这两句话赞叹阿弥陀经，也就像啊印光大师赞叹要解一样，都赞叹到那么样的圆满，那么样的究竟。啊，只要有一点点小善根，遇到之后啊，就能生起欢喜心了，发愿依教奉行。所以这个法门确确实实是凡身起受，立是上根，顿是下根。啊，立根顿根呢，通通有份呐。弥陀疏钞为此法门，为净舍利顿诸根，悉皆度脱。这莲池大师的，这是净土宗中心三大事啊。啊，莲池大师是第一个，接着是欧耶大师。再接着是优希大师造圆中钞，啊，明末清初啊，净宗复兴起来了，啊，这三个大德，啊，疏钞里面说。啊，净舍利顿诸根，这一切根性，从上上根到下下根，悉皆度脱。这些话都是讲啊，究竟方便呐、啊，并云。莲池大师说。助于法门，这一句是说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啊，这一句话了，都包括进了啊，净土法门之外的叫助于法门，高智在下级觉分，卑智在不披上根啊，世尊当年在世，每一天讲经说法，他老人家说得很好，是真话，不是假话，无有定法可说，程度高的人给他说高等的法，程度低的人给他说日常生活当中所必须修学的法，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因事而异，没有定法可说，所以只要见到释迦牟尼佛，必定能满你的愿望。
啊，这个是佛了不起的地方啊！所说一切法，无论是高下、浅深，都是自信流露的。啊，佛从来没有说看看你这个人，我应该给你讲什么，没有这个念头。啊，一接触。就明了啊，就通达了。你提问不提问，他都知道。啊，你现在想的是什么？你想求的是什么？你想得到的是什么？他全都知道。啊，佛一生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楞严经》上讲的，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啊，佛绝对不会强求一个人。佛真的做到了随缘不变了。啊，这个《还原观》里面讲的随缘妙用。啊，他。一生这住世八十年跟我们所示现的随缘妙用，这妙极了啊！这个妙就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所以法门高了，中下根器的人不同。啊，讲的东西很浅显的呢，这上上根人，他没有兴趣听。啊，就好像你在教学一样。啊，你面对的是博士班的学生，那个中小学的学生听到的时候。就没兴趣，他走了。你讲的太深了，你讲的太浅了。你教幼稚园小朋友的学生，那大学生在旁边笑笑也走了，也不听了。啊，为什么呢？不契机嘛。啊，所以佛讲。华严法华，这是一乘经啊，高啊！罗汉声闻呢，退席了，他听不懂啊。啊，底下又举的这个例子，是以华严如芒啊，银光增界。啊，佛讲《华严经》，阿罗汉听到听不懂，如盲如聋。阿罗汉不是没有智慧，智慧很小，像荧光一样，萤火虫的光一样。啊，在强光之下了，它的光就不显了，啊，显示不出来了。无千比丘退席，唯此一法了，上下兼收，可谓万病愈愈，而且千气沉于居也。这两句是比喻啊，一切法门里头，唯此一法，它特别。他什么样的根器都能够摄受啊！上上根听这个法门，听得有味。
啊，决定要求生净土，要清净弥陀。讲文殊普贤啊，观音师侄，这些等觉菩萨了。啊，下下根人，像阿公阿婆不认识字，没有念过书的，啊，听得也欢喜，而且这一句阿弥陀佛不难念，啊，人人都会念，只要老实念，没有一个不往生。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下下根也能证其欲啊。西方世界虽有四土，可是他四土当中啊，没有界限，没有障碍，一生一切生。生到凡圣同居土，下下往生平往生，同时也就生啊方便土、十宝土啊。为什么呢？方便土里面那些菩萨他见到了，跟他在一起；十宝土里面这些等觉菩萨也跟他在一起，在一个教室里面上课，一阶一切，一切皆一。这是设法一切诸佛国土里面所见不到的。中国古代教学里头有啊，释迦牟尼佛当年教学的时候有啊，学生程度高下不等，但是在一起上课啊，中国古代私塾教学，学生年龄不相等，从六七岁到十八九岁，年龄不相等啊，程度不相等啊，在一个教室上课现在学校制度不一样了，分开了啊，小学中学分开了，中学大学也分开了啊，班级也分开了啊，不像从前，从前完全不分，就在一个教室上课。西方极乐世界还是这样的，它还没有变啊，我们这个世界变了，极乐世界没变。想想没变是什么道理啊，难道他没进步吗？到底我们现在这种变是进步还是退步啊，要认真去思考啊，细心去观察啊，为什么人家那个世界还不变？下面大师这两句比喻很好，是万病欲于阿且。印度，古印度有一种药叫阿且陀药，这个药就好像中国人讲的万灵丹，什么病都能治，绝对没有副作用。啊，能治万病啊。千气沉于居也，
这个器是器皿啊，也是野炉啊。这讲的是种种不同的器皿都是一个炉子里头成就的。啊，大也炼钢啊，炼钢炼琴炼金啊，这个中国人讲的五金呢，啊，都是经过冶炼才成就器皿啊，我们才得其用。又说。还是苏超里面讲的，但持佛名，彼生彼国，或高或下了，或凡或圣，乃至或疑啊，或信或疑，或赞或悔，只有彼佛变成善根，多结今生具蒙解脱。这个高下了都是讲根性，我们先前无论你程度高或者是程度低，或者你是圣人啊，你是阿罗汉，你是菩萨，或者你是凡夫啊，凡夫有天人凡夫，畜生也是凡夫，恶鬼地狱也是凡夫啊，或者你信，或者你怀疑，怀疑也能往生。怎么怀疑呢？怀疑他真干，他不是不干，真念啊。他抱着什么念呢？哎，抱着怀疑啊，我就拼命念，看看能不能往生，不能往生就算了。那王生不是更好吗？他这么个念头，念佛的，哎，他那个认真的时候绝不亚于别人，所以才能成功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遍地一尘，不错啊，也不退转呐、啊，遍地一尘500年，他就觉悟了，疑就断掉了。一断掉他就入品了啊，那么他是在哪个品位也不一定，看他的功夫。所以真的这个成就啊，四徒三辈九品的都在一念，他那个一断掉之后了，他那个一念，那个念要那个功夫要是深的话，品位马上就提高了，就提升了啊，它不是一个阶级一个阶级提，它可以一次提很高的品位。这是每个人啊根性不一样啊。啊，或赞呢，后悔啊，你赞叹阿弥陀佛，你毁谤阿弥陀佛啊，在无知的时候、不了解的时候毁谤啊，啊，业余到善友给你讲解，你明白了，你就忏悔了，你就赞叹了啊。无论是毁谤是赞叹，你知道有阿弥陀佛，你阿赖耶里面就有阿弥陀佛的种子了，这就是善根。这一生不能成就，来生后世多劫多生具蒙解脱。你有了这个善根，以后遇到善缘，你肯定往生解脱啊。所以这个法门里头常讲啊，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你看到阿弥陀佛的形象，
知道这一尊佛是阿弥陀佛，听到念佛的音声，听到读诵经典的这个经句，阿赖耶里面都形成了种子。这个种子祖师大德称为金刚种子，永远不坏。这多界多生，你哪一世的人生又遇到这个法门，就可能成熟了。我们敬宗同学应当要晓得，我们遇到这个法门决定不止是这一生才闻到啊。过去生中多生多劫不知遇到多少次啊，才有今天这样的善根呢、啊。一听就欢喜，一听就能接受，这是说明是你过去生对他已经很熟悉了。那为什么那个时候没走得了呢？只有一个因素，情执没放下了，对这个世间还有挂念呢。啊，挂念里面最重的就是情执，你没把它放下。那这个东西放不下，就是李老师所说的了，你就不能避免常界轮回啊！你在六道轮回里面呢，很不容易遇到佛法。你就想啊，你想想，如果你来生得人生，这全世界有60多亿人，你是其中之一。你生在哪个地区，你有机会闻到佛法吗？闻到佛法了，听说有一个佛，听说有佛教，你知道有净土吗？不容易呀、啊，太难太难了，这个比那个彩票特奖还难。啊，所以这一生我们真的是中特奖了，那你一定要把握住。啊，真正能把握住，你这一生决定就成就了。这个法门广大，不在乎什么样的根性呢？哎，我修得不好啊，修得不好也能去。啊，只要真正能够放下万缘。啊，这个世界拉拉杂杂事情再不要牵挂了，牵挂这些事情，那就是六道轮回的根，你没断啊，什么都得放下啊，心里面只有西方净土，只有阿弥陀佛，你就决定得生，决定一生成就。所以幕后总结啊，这个总结的好、至于当事，若问何人正是当机啊，在现前你要问什么样的人是净土的当机者啊，这个法门的当机。我们今天讲这个经的无量寿吧，无量寿经的当机啊，这不问男女老少，
也不问富贵贫贱，啊，上至下愚，久修初学，这初级初学，续根的立顿，善恶差别，都不需要问，只要于此法门能生实性。这一句关键在实字，真实，一丝毫怀疑都没有了，啊，真信了，因信发愿，你真信，你才真想求生极乐，啊，真正向往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在哪里？在净土三经里面，三经都是为我们介绍极乐世界。我们应当把三经怎么个看法呢？三经里面讲的是我们的老家，阿弥陀佛像是我们的父母，诸上善人等觉菩萨了，无量无边呢，像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自己无知，离家出走，受这么多的苦难，现在知道家里好，赶快回去啊！啊，别再受这些苦难了，冤枉啊，不值得了。啊，从愿起行，怎么个行法呢？底下这两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菩提心是个觉悟的心，不再迷惑了。啊，一心一意求生净土。这个心就是大菩提心，啊，一个方向西方，一个目的极乐世界，一心一意要想亲近阿弥陀佛，这样的人呢，真是当机啊！啊，那我们想想，我们要不要做这样的人？啊？给诸位同学说，做这样的人不难呐、啊。哎，这个世间难事，求人难啊，这登天难，求人难呐，这可是求自己啊，都不求人呐、啊。啊，自己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问题解决了，所以。往生极乐世界第一要紧的是什么？听经，这一点都不假。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49年讲经说法，每一天空过，那是什么呢？那就是慈悲济世啊，普度众生啊。啊，化解你自己的灾难，你的贫穷困苦疾病啊，你家里面种种不幸的遭遇，经典会教你啊。今天社会混乱，今天灾变异常，你要真正听经说，你能够化解啊！佛对一切众生无尽的慈悲，无尽的智慧都在经典里面。你不听经，你不懂啊！你不听经，你不会放下。你要真把
今天这个佛法呢，给我们搞清楚、搞明白了，不要劝的，你自然放下，你不会留念的，因为你明白了，你觉悟了。你不肯放下那些东西，全是啰嗦，那些东西全是错误。你放下了，你就回归到真诚、清净、平等、慈悲了，你就回归了。那自信本有的，你智慧现前了，你才真正有能力帮助一切苦难众生。能帮助别人，当然能帮助自己。帮助自己在一生当中圆成佛道啊！我们不必拖那么长的时间呢。今天果然搞清楚、搞明白了，我们跟阿弥陀佛现在就同心。阿弥陀佛是什么心呢？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这阿弥陀佛的心啊，我跟他相同啊，跟阿弥陀佛同一个愿望，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个愿望具体就是这一部经上讲的48愿。第六品所说的，跟阿弥陀佛同愿，跟阿弥陀佛同解，这不仅真正明白了，真搞清楚了，一向专念跟阿弥陀佛同心。你看，你跟阿弥陀佛思同、心同、愿同、解同、行同。这就是完全相应了，完全相应啊！一念相应，一念佛了；念念相应，念念佛。你不往生，谁往生啊？四徒三杯酒品，那看你的心量。你还是为自己，为地球上众生，你生凡身同居土，小吗？如果你现在心量就脱开了，我念念是为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我不是为银河系，我不是为太阳系，我不只，绝不只为这一个地球，那你到西方极乐世界肯定生凡身，生那个10宝庄严土。那么大的心量。小心量只有地球，地球之外还没想到叫凡身同居土。三杯酒品呢，看你的心量，不是看别的。我们世间人讲，你爱人、爱自己、爱父母、爱子女、爱家亲眷属，慢慢向外扩大。那些真正觉悟的菩萨，他那个爱是虚空法界。刹土为尘，那个爱在自信里头充满了，
所以他那个力量很大了。啊，那个念头能转境界。啊，境随心转就非常的明显。啊，在自己一生你能看到。他不生病啊。为什么呢？把带着病态的细胞啊，通通恢复到正常了。诸位要知道，真诚、清净、平等，慈悲，那个是正常的，是你自信里头本来有的。啊，贪嗔痴慢疑，自私自利，名闻利养，无欲六尘，自信里头没有。那自信里没有的，我们执着，执着就有了。啊，它就产生麻烦了。啊，让你这个身体细胞就带了疾病，带了病毒。跟外面一感染呢，病就生了。如果你改变你的心态，你常常念着自信里面的，啊，与信德完全相应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你念这个，你念这个就是发慈悲、发菩提心。你那个带着病态的细胞全部恢复正常。真的正常，跟诸佛菩萨完全没有两样。你身心健康。啊，古人常讲的老而不衰啊，你活到100岁200岁，你的身体状况跟年轻人一样，那不衰吗？心态在做主啊，不是别的做主。啊，再扩大到我们今天讲山河大地，啊，讲这个自然灾害，什么原因呢？啊，还是我们的心态。为什么？境随心转。中国古人常讲啊，啊，传了千万年了，这两句话了。现在人好像讲的人比较少啊，我在年轻的时候20-30岁之前，这社会上这个话很多人讲，常听富人居富地，富地富人居，人只要修福，你住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没有福报啊，叫风水啊，不是个风水宝地。你有福的人在这里住，住上3年，这个地方的风水都转变了，都自然变成风水宝地了。为什么？人有福，有福有慧也啊，境随心转，这是真的。啊，人要没有福，起心动念、自私自利、是非人我，
贪嗔痴慢啊，违背了伦理道德，这人没有福了。这个地方是风水宝地，他在那住上三年，这地方就变坏了。啊，许许多多所谓自然灾害，它就发生了。这个话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千万年呢，经历的考验，证明这个话不错，是事实啊。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在大乘佛法里面，无不是行有不得，凡求诸己，他绝不向外求。有了问题了，个人有了问题了，有了疾病啊，家里面遇到困难了，事业遇到困难了啊，我们居住环境遇到困难了，怎么办？反省，一定有过失，一定有不善的业力，不善的业力感得来的灾害。古圣先贤教导我们，忏除业障啊，业障忏除我们就通达无碍了，啊，畅通无阻了。跟谁通呢？西方宗教里面讲的，跟造物主通了。在佛法里面讲呢，我们跟自信通了。啊，在中国过去民间讲呢，啊，跟祖老祖宗、跟神啊，这个神鬼神通了，问题就化解了。啊，在本经实在讲，就是这么八个字：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问题就解决了。啊，我在讲经的时候，我记得我讲过很多次啊，科学家告诉我，我们人身组织是细胞组成的啊，这个细胞天天都有新陈代谢啊，老的细胞消失了，新的细胞生出来了，千年是一个周期啊，它天天都在换呢，像机器一样的换零件啊，啊，那么既然是千年换一次，全部都换了，为什么都不换新的呢？为什么不换好的呢？是吧？人一到老的时候了，这细胞的时候都是不是老，不是很好的啊。啊，那就是他没有换好的零件，换普通的零件，
换那个坏的灵界，所以身体就越来越差了。啊，这个换灵界到底总指挥是谁呢？意念，你的念头。啊，你看人到了六七十岁了，老了，天天就念老，所以换的那些灵细胞、新细胞，全是些老的，全是里面都带着病毒的，那老了就得生病吗？那都是你自己意念换的啊。啊，你想想看，你能不能找到一个七八十岁的人，他天天想着，哎，想着十八岁、二十岁年轻的，他有没有这种思想？没有。如果他真有这种思想，我相信他换的这个细胞都是十几二十岁的，都是新的。为什么呢？所有一切换细胞的生灭的啊，通通是属于意念主宰啊。原因在此地啊，有的人老化比较慢一点，有的人老化得很快，什么原因？全是意念啊。早年我在台湾，同学朋友很多啊，大家都有工作，忙于工作。把年龄常常也就忘掉了，工作很繁忙嘛，天天想着工作嘛。啊，到五十几岁的时候退休了，啊，六十岁退休了，这一退休啊，没事干了。这个时候在想着什么？我老了，啊，社会上新陈代谢。我这一代退下来，下退的人起来，他就想老了。两年没见面，我们碰在一起，我看他，我都吓了一跳，好像一下老了十几二十年。这什么意思？心态。所以他们都看我的同学们看到的时候都对我很羡慕啊。最初我学佛，他们都笑话，都以为我不以为然，我为什么这么一个聪明的人糊涂了，搞迷信了啊，受了什么打击，受了什么刺激，怎么会走这条路上去了。哎，可是退休之后他们都赞叹，哎，你的路走对了啊，看到我老化没那么快呀，啊，什么原因呢？我没想到老，我也没想到病，我想到时候天天在经教里讲些什么东西，我要跟大家讲，我天天想这些，这经教永远不老，永远不衰，永远不变。我告诉诸位，就是这么个道理啊。果然弃入之后啊，啊，我现在就有个感觉，我觉得我今年的身体比去年比前年都好。啊，一年比一年好啊。啊，动作都不衰呀！啊，我拜佛还是平地上拜啊，不用拜殿的。啊，没想到嘛！啊，想到老了，想到衰了，想到要有人伺候了。
那就麻烦了。我通通没想到。啊，有一些在我旁边的一些居士很关心我，啊，年岁大了要找一个侍者了，我说不必要，我自己还能照顾自己。啊，李炳南老居士95岁才同意大家给他找两个人照顾他，95岁之前自己照顾自己。不衰嘛，有能力照顾自己嘛，这说明自己身体不错嘛，啊，何必要别人照顾呢？啊，年岁大了，动作小心一点是真的。啊，动作慢一点，啊，不至于发生意外嘛。小心谨慎啊，动作言语都慢一点，啊，越慢越好。把浮躁的习气。要真的断掉，啊，年轻人，特别是现前这个社会，总有一些心浮气躁，啊，虽然程度不等呢，都有普遍的现象，啊，我们自己想想，也有这个习气。啊，一定在日常生活当中留意，学稳重。啊，你看曾国藩先生，啊，对他家里的子侄，啊，他的家书家训，很值得看看。啊，他老人家的家教，从小子弟就要学稳重。不能有丝毫浮躁的习气，对，这就是家教啊！啊，现在都是心浮气躁，啊，这跟从前人不一样，啊，所以无论在生活，啊，在工作。所有一切环境啊，也都变了，让我们非常明显感触到境随心转。啊，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好，这一章呢，我们就到这里学完了，再看底下一章，第六章，藏教所示。啊。什么是藏教？这一开端呢，就给我们解释了。凡体就经典，以先知此经，设于何藏？设在何时？判书合教，于此了之，则有助于理解全经。我们就看到这一段，这就说出，你看这一章很有必要要说的啊，题。是体会，就是研究，啊，在我们佛法里面叫参究，
参究跟研究有什么不一样呢？世间人讲研究，研究里面呢有心意识，也就是什么？有分别执着。那参究呢？参究不能用分别执着。力妄想分别执着叫做参。这里面呢掺杂着有妄想分别执着，这叫研究。所以研究是世间法，参究是出世间法。或者是研究呢是世法，参究是出世法。不一样在此地。那怎么样参究法？你多看，你多听，你没有分别，你没有执着，你没有意见，你没有批评。那我们用一般讲的纯客观的。你有分别执着，你有意见，有批评，你有主观观念在里头。主观观念是什么呢？是五种见惑里面的见取见、解取见。所以你掺杂这个东西在这里面，这叫世间法了。所以我们要学，看得很清楚，听得很明白，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再说是不批评。不表示意见，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没有批评，你才能看出事实真相，那是智慧呀！如果夹杂着分别执着在里面呢，你所见闻觉知啊，你所看到知识，不是智慧。知识跟智慧完全不一样。智慧是很微妙的。所以现在人呢求智慧很不容易。他意见太多了。喜欢批评。爱发表自己意见，全是知识。那真有智慧的人，是有涵养的人，他看到他不出声的，你不向他请教都不会说的。你向他请教，他应机说法，看你是什么程度，看你能接受多少。学习在日常生活当中没离开生活，离开生活到哪里去学？善财的五十三餐是什么？就是从早起床到晚上睡觉，你这一天所接触的一切人事物就是五十三餐。你看到的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善财童子真是餐。你细心去读五十三餐。他虚心在看，在听，在学，没有意见。最怕的是批评。善财童子从来没批评。都是赞叹，都是感恩，这个要学。
赞叹，是看到了真理。感恩是自己提升的境界。吉祥云比丘代表的是初住菩萨，普贤菩萨代表是圆满。一生，你看从初住达到究竟圆满，52个阶级，这是表法。法就在日常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53餐是活的，不是死的，是实际的生活。华严怎么落实在实际生活当中？善财表演出来了。这就把这个经属于哪一藏这分类释迦牟尼佛什么时候说的判属于这个教学，这个、教学像我们现在这个教学的课程应该把它放在中学或者是大学，要放在几年级什么时候教它是教育吧。你这样了知，有助于理解全经。辅一代圣教之判分，注家有义，错要言之曰：三藏、二藏、五十二教与四教、五教。这是古大德所判的藏有三藏有二藏它属于哪一藏？在什么时候说的呢？有的祖师大德说五十这个大家都也都认同的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教学划分5个阶段开悟的时候是定中27日27日在定中讲华严，所以世间人不知道小乘阿罗汉也不知道所以小乘人不承认这桩事情大乘菩萨知道，所以参与这个法会的人41位法身大士他不是法身菩萨，他没有这个能力参加这个法会，就是要到如来定中去闻法。大臣把这算作一时，第一时，小臣不算这个。世尊出定之后，在落叶云教五比丘，小臣人从这里开始这是阿含时，12年讲阿含。奠定修学的基础这12年是扎根教育教你做人，教你升天，
叫你超越六道轮回，就到此为止。啊，这十二年以后，佛讲方等啊，这在后头都有的。判书合教呢，这古人讲有二教，有四教，有五教，所以凡是经者，须先明，须先判明。啊，学习经教，为大众讲解经典，这个是一定要懂的。哎，这些不懂，你自己都没搞清楚，你怎么能把经讲清楚、讲明白？啊，所以过去学天台的天台四教藏通别圆，啊，学华严的，华严以贤首大师为代表，华严也叫贤首宗，贤首讲五教，小十宗等圆，啊，这些你不搞清楚的话，你就没法子讲。啊，现在人学经教不讲这些了，啊，把四教仪、五教仪啊都不谈了，都不理会了。啊，那么在现前这个时代，我们也要跟着时代走。啊，讲四教、讲五教会把人讲糊涂。现在人时间看得很宝贵，分秒必争。你讲这些东西，人家不欢喜。我要来听经的，你讲这些东西我不懂，他都不来了。这根性不相同了，啊，时地人都不一样了。我们必须要随顺，但是自己不能不懂。啊，你要碰到真正一个行家一问你的话，你不懂就完了。啊，那人家马上就用不同的眼光去看你了。所以自己要懂。啊，那现在讲经，我们在一般场合当中也不讲四教五教了。我们把四教五教归纳为三个段落。第一个讲讲经因缘，啊，我为什么要讲这个经？啊，讲经因缘，啊，第二个呢，讲这一部经的宗旨。也叫宗序，啊，这部经学习的重点在哪里？明宗论用吧，第三个讲经体，所以简化了。啊，一个小时就能把这三样东西讲清楚。第二堂课就讲的经文。啊，你看看我们这一边这个概要，概要就是玄义啊。我们讲到差不多六七十个小时还没讲到经文。他听经的，我是来听你讲经的，不听你胡说的。用了这么长的时间还没看到经文，
把人吓跑了。好在我们现在对的都是老同修啊，尤其这个经过去我们讲过十遍啊，这是第十一遍啊，这一次我们不是讲经，我们讲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啊，所以他这个他是用华严的十门开启，我们这个十门门门都学。啊，学这一段跟学华严经那个架构是一样的。啊，他完全是用华严的这个架构。啊，那经本经。三藏当中呢，属于经藏，啊，三藏是经藏、律藏、论藏，它是三，是属于经藏。二藏当中啊，二藏是菩萨藏、声闻藏，它是属于菩萨藏。啊，五识当中，它是属于方等识，方等是第三。你看，第一个是。华严识，第二个是阿含识，第三是方等识。啊，佛在方等识讲的这个经，啊，那就是这个华严三七日了，阿含十二年，方等八年，啊，也就是说，释迦牟尼佛。讲经教学是十二年以后，二十年之前这个当中讲的，这属于方等识啊，这是大乘啊，大乘的开始。那么二教当中，二教是这个见教、顿教。啊，见是慢慢一步一步的，按照循序去学习的。顿教是超越了，啊，这属于顿教。啊，四教是天台讲的，五教是贤首讲的，四教里头有圆教，藏通别圆；五教里头小时中顿圆，四教五教。都是属于圆教啊，这大乘圆教，这是先把这个纲目提一下，然后再细说啊，什么叫三藏啊？我们看底下这一段，甲三藏，藏者，大乘义章云，包含。蕴集明藏，这是解释这个字的意思。啊，包是包括、含容、啊蕴藏、借机，有这些意思在里头。啊，这是称为藏。啊，这藏里面分为三类，有经藏、梵语修多罗、此云七经。啊，这个经加上一个七字，它必须具两个条件。上其诸佛所说之理，下其众生可度之机。啊，就是上面诸佛所说之理是信，就是自信。啊，它与信的肯定相应，这叫其理。啊，我们现在人说的真理，
啊，这里面讲的是真理。真理是超越时空，真理是永恒不变。啊，另外呢，一定要适合于现在社会大众，他有能力学习。啊，如果他没有能力学习，这个经叫不契机。所以经藏里面东西很多。啊，有深的，有浅的，有适合高等程度的，有适合于初学的。啊，但这一部经的时候呢，啊，它通都适合。啊，久学的、老修的行，对他很适合；初学的也行。啊，是前面讲过了，上中下三等根性，通通都适合。第二是略藏，略藏梵语称毗勒耶，次云调伏。啊，略藏是戒律。啊，戒律重要的。啊，就是规律。啊，必须要学习的。啊，这些规律都与自信相应。能够调伏我们的烦恼习气。啊，让烦恼习气能够扶住。你才能够接受圣贤教诲。啊，学习圣贤教诲之后，你觉悟了。觉悟之后，你的烦恼习气就化解了。啊，所以戒律是初步的功夫，后头它有定，它有慧。啊，定慧呀，能把你烦恼习气化解。啊，化解成为智慧。啊，迷了，智慧变成烦恼；悟了，烦恼就变成智慧。第三是论藏，论是讨论。啊，梵语、阿毗达摩、次云对峙。啊，这个很像我们现在人的研究讨论。啊，研究讨论是智慧啊。啊，所以论藏是智慧。对峙什么？对峙生死，对峙烦恼。啊，对峙染污。啊，恢复到清净平等觉。那本经在经律论三藏当中属于经藏，这个地方大家必须晓得，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说法没有分得这么详细的，这以后祖师大德们他们分的。那我们细心观察的时候，你就了解每一部经里面都有经律论。啊，你看这个经里头，第八品里面所讲的，教导我们，啊，善护口业，不积他过；善护身业，不犯律仪；
善护意业，清净无染，这是戒律啊。像这样教训很多啊，所以每一部经里头都有经，都有律，都有律，都有论。啊，师尊跟弟子讨论的地方，通通都有。那到底怎么个分法呢？看分量多少。这一部经里面，讲哪一样东西讲的最多？啊，这个经是讲定学，啊，律是讲戒学，论是讲慧学，讲戒定慧，用这个来分。这一部经里面讲定讲的多，定是念佛三昧耶，这个讲的多，那就归于经藏。要是戒律方面讲的多呢，就归到律藏。啊，这个讨论的会讲的多，就归于论藏。啊，经律论是这么分的，没有办法严格去分。啊，因为佛每一次讲，他通通都讲到。底下一段讲二藏，啊，二藏知度论，那叫大知度论里面说，虽具求一解脱门，而有自利利人之意，故有大小众差别，唯是二种人。故佛口所说，以文字语言分为二种，即声闻藏与菩萨藏也。圣教虽众啊，不出此二。啊，这是大分。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啊，讲经说法，大分呢是两部分。这就是一个是小乘，一个是大乘。啊，小乘是声闻藏，好比是小学；大乘是菩萨藏，好比是大学。啊，古时候好像没有听说中学的，我们中国也是如此。啊，中国的大学称太学。啊，小学、太学，啊，大概12岁之前，他都学小学，啊，奠定基础，啊，这个里头，因为人的童年记忆力最强，妄念少，接触外面社会这个不多。啊，保持着天真，啊，记忆力最好，把一生应该记的东西，在这个阶段全部背过，啊，都背得很熟，啊，所以进太学读书的时候，通常很少用经本，为什么？老师是背过的，学生是背过的，提到哪一部书，大家都知道，你要不知道。你就不能进去听讲，啊，只有你背过的背得很熟，你进去才真正学到东西。所以他读书是快乐啊，啊，读书真欢喜啊，啊，学生可以提出问题向老师请教，跟同学们讨论，啊，所以该背诵的全在这个12岁之前都背完毕了。啊，以后求学的时候，所以老师教学，他不带书本，没有参考书啊，啊，带着什么呢？带着酒肉啊。啊，学生担着这个挑着担子，老师带学生就旅行了，就完了。
那个碗全是教学，因为讲到历史故事就到那个地方，让你去看，现场就看过去发生过些什么事情，给你印象深刻了。这旅行旅行几个月回来了，这课程教完了。所以读书是真路，哪像现在读书读得好可怜，读得好辛苦。那底下有个卦符，圆觉归属声闻，故知而造。净言疏云，龙树云，龙树菩萨说的佛灭度后，迦叶阿难与王舍城集结法藏为声闻藏。这是讲这个声闻藏的来源，就是现在我们大藏经里面的阿含经。这一部分说文殊阿难在铁围山集摩诃言为菩萨藏，集结经藏，阿难担任佛讲，他还有个主持人，声闻藏的主持人是摩诃迦叶，菩萨藏的主持人是文殊菩萨，他的主持人，复讲呢，通通是阿难，阿难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所讲的经重复讲一遍，再把它记录下来，流传后世的经典。经典是这样来源，因此佛门里面几千年来培养讲经的法师都是用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在中国用了2000年，叫复小作。古时候寺院每一天讲经，真的是释迦牟尼佛所传的教育啊，佛陀教育啊，佛菩萨的教学天天讲经。那么发心学讲经的这些学生坐第一排，跟老师坐的近，第一排。为什么呢？他们要复讲。老师上午讲了，可能下午就要轮到他们上台，把老师所讲的重复讲一遍。这在古时候。一般人听经也是到寺庙去讨个经单，就专门听经的。寺院里面有课堂，有接待他们，有宿舍提供给他们。他们到这听经，时间是一部经，这部经讲完了，他就会离开，他来听一部经。那时候寺院好，因为寺院经济，他有固定收入，他不靠信徒，所以听经人多半是穷秀才呀。他到寺庙来住一个月两个月，随便搁一点供养他能力有限的，他到这边住个两三个月，寺庙供给他吃住，他天天在学习经教。大概呢，这出家人的时候就要佛讲。佛讲的时候，有的时候老师听，有的时候老师不听，但是老师总会听几次。同学们有自身的
像学长一样，啊，担任老师的助教，啊，那时候没有助教的名字，实际上他是助教，啊，帮助同学解决问题，啊，这真学习呀。啊，老师一部经讲完了，这些学讲经的人，他们复讲啊，也讲完了。他出去讲有信心的，啊，世世代代，啊，到我这一代还是学的老方法。啊，李老师在台中开的这个班教学，经学班，就是教讲经。啊，他教几个人呢？教两个人。啊，这两个人跟他坐对面，其他的二十多个同学围绕着旁听。啊，旁听也要认真，也要写笔记，因为那时候没有录音，当然更没有录像了，没这个设备。啊，这是差不多是50多年前。啊，60年前的，啊，那么记录下来给什么？给这个讲经的同学帮助他，因为老师讲经，他没有办法完全记得，我们大家记回去，他去拼凑上写成讲记，全是老师的，绝不能用自己的意思。啊，你复讲就拿这个讲义去讲。啊，讲给谁听呢？讲给同学听，讲给老师听。老师跟同学在一起，第二堂课不是老师讲经，是学讲经的这个人复讲。啊，讲完之后，同学们对他的批评，帮他改进。啊，老师知道，他重新在修改他的讲稿。啊，这样修改完了，再上台给大众公开的讲。啊，两个人上台，在台湾，一个讲普通话，一个讲闽南话。好像是翻译，其实两个人用同样的讲稿啊，这样培养学生呐。啊，李老师这个班开了2年，成就了20多个同学。啊，我在这个班上。1年3个月，啊，我旁听坐在最后，因为我是最后去的。他们的席次安排啊，是按先后这个次序，啊，我最后去的，所以我的这个座位排在最后。啊，我年轻的时候有两个好条件，第一个记忆力很强。啊，我听1个小时的讲演，如果马上叫我复讲，我至少能够讲到55分钟，我有这个能力，啊，能强记，记忆可以保持1个星期，我有这个能力。第二个，我理解能力很强，啊，我懂得它里面的意思。所以我学习的程度就很快，啊，同学们，他们也听懂，坐在老师面，我全懂了，啊，老师讲一遍，绝不讲第二遍，你要去问他，他骂你的，有时候打人，打你，打了之后都不告诉你，都不重复讲。
他说什么？如果我骂你、打你，再跟你讲，你还有侥幸的心理，没有关系，顶多挨一顿骂、挨次打，老师还是会跟我讲。打了、骂了不讲，你就没办法了。这是叫你什么呢？叫你听讲的时候，全部精神贯注的听，你不能有一个妄念。啊，你漏掉一句的时候，漏掉一段，绝对不会复讲的。这是难题啊！啊，那他们没办法，他就来问我，我给他们讲。啊，所以我对于这些讲经的同学帮助可大了。啊，我听了13部经，就是老师啊，他是大概1个多月吧，2个月，就这一个人学这一部经就学完了，他就旁听，另外2个人是这么轮流来的。啊，我们上课这么上法的。啊，所以我听过东西，通通能复讲。啊，这我有这么一个长处啊。啊，所以学东西学得快呀！啊，1年3个月我出家了。啊，出家之后就教佛学院，就开始对外讲经了。啊，我这学的这13部经啊，非常管用啊，很受欢迎呢。啊，在佛学院。教了1年多，不到2年，我觉得不行，我这个根不厚，学的都是小部经，啊，学的最大的这一部就是《金刚经》，跟《普贤菩萨行愿品》，这比较大的，这根不厚啊，不行啊，要回到台中去，跟老师学一部大经，啊，那个时候我准备的是《法华经》。《法华经》的注解，我收集了10几种，啊，都是古注，带到台中，希望老师能教我这部经。那么老师正好在那边开讲《楞严经》，他就告诉我，《楞严》的分量跟《法华》了差不多相等。而《楞严》所讲的义理，跟《法华经》也很接近，啊，都可以说是大乘圆顿法门。啊，他说你学《楞严》，我就很方便；如果学《法华》，我找不出时间来跟你讲，啊，我就接受了，啊，就改学《楞严经》。啊，《楞严经》，他老人家是星期3晚上讲，我是星期4晚上复讲。3年，他一部经讲完了，我这一部经也讲完了。啊，我的听众6个人，6个都是讲经的，啊，学讲经的，而且都学讲的不错的。啊，所以我每天复讲楞严之后，我这6个同学给我挑毛病，啊，帮助我改正。啊，所以1977年，香港这些法师请我到香港讲楞严，我一口就答应了。啊，我已经讲过一遍了。啊，所以学讲经这些规矩不能不懂，而中国这个世世代代相传这培养讲经的法师这个方法太好了，不是现在学校的时候所能够相比的。啊，是从听众当中挑选出来的，真有这个能力，
两个条件，一个是记忆力，一个是理解力。如果你听一个小时，你不能讲40分钟，那就不及格，你就不能参加这个班，至少要能讲40分钟，算是及格。我那个时候学的那种状况是一般人真是很少有，几乎100%的能讲出来。下面叫《地持业云》，《地持》是一部经，业云。佛为声闻，菩萨行处苦道，行是修行，苦道是讲六道轮回。阿罗汉菩萨怎么样超越六道轮回？给他们讲这些道理，讲这些方法，修陀罗就是经的。寂结经者，即为二藏。佛灭度之后，这些菩萨声闻弟子，希望把世尊这个教诲写成文字，流传后世，帮助后世的这些学人，所以就发起集结，就是整理世尊的这个教学的资料，当年世尊教学没有讲稿的，没有文字，所以一定要靠佛讲，就集为二藏。一说声闻所行呢，为声闻藏；说菩萨行呢，为菩萨藏。这就是大小乘经典之由来。经本经中啊，广演大乘、详乘、幸愿往生、殊胜因果、净佛国土、一真庄严、弥陀无边愿海、普度众生之道，都在这部经里头。所以这一部经是菩萨藏所摄的，这摄就是受菩萨藏受的。我们今人习惯用收经，摄就是摄受的意思。下面一段呢，讲时间五十。天台大师就是智者大师，依《涅盘经》判如来一代之教为五时，就是分为五个时期。第一个，佛最初三七日说华严经，这叫华严时。刚才跟诸位说过，小承认不承认。第二呢？次12年，与落叶云等，这等是等处，十二年并不是在落叶云，最早在落叶云，度无比丘，设小乘四阿含，曰阿含时，小乘里面讲的做人的道理，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伦理道德因果，讲人为什么会在六道轮回，这些离世因果都讲得很透彻，怎样能够脱离六道轮回，讲六道轮回的业因
果报。啊，教人怎样不食人身，怎样能够升到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怎样能够超越六道轮回，这些教学的典籍都称之为阿含识。啊，小乘经呢，阿含识。第三呢，于此后八年中，说维摩大吉楞严并此经，啊，净土五经都是这个时候说的。谈篇至晓，啊，谈跟持的意思是一样，啊，叹大宝远，啊，这个时候佛劝勉大众要舍弃小乘，要向上提升，啊，小乘直证阿罗汉果，直脱离六道轮回啊，十法界没离开，啊，跟大家讲，轮回之外还有声闻缘觉菩萨佛这四种法界，啊，六道是染污的，四法界是清净的，啊，希望大家发心呢，更进一步啊，提升自己的境界啊，所以说这一类经典，啊，广说啊，藏通别圆四教啊，这广是方也，常常连在一起，方广。啊，均，这均是均等啊，辟众机啊，故名方等时。第四，又于后22年说大般若住经，名般若时。22年，我们才晓得佛法的中心是般若。啊，前面12年阿含是扎根教育，方等是预备期间，啊，就是从小乘度到大乘，啊，过渡时期，也就是这个核心的预科，啊，预备班。第五呢，最后8年说法华经，涅盘经是一教，是一主，一日一夜说的。啊，这都算第五，所以5个时期，9界3乘，啊，9界是9法界，谢蒙受记，无论大小啊，戒令作福，此时名曰法华涅槃时，所以《法华经》里面。是释迦牟尼佛最后所说的啊，说什么就9界3乘都在《法华经》里面讲到，无论是大小，终极的目标啊，都是做佛，都成佛。像《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此经。蒙世尊多次宣说，故不应现于一时也。这个经到底是哪个时呢？释迦牟尼佛几乎方等受苦，般若也受苦，啊，所以他不应该判在是哪一个时期。释迦牟尼佛常常讲这部经啊，啊，那换一句话说，这部经的重要性呢，就可想而知了。啊，佛为什么，要讲这部经？是希望一切众生在这一生当中都能够圆满成佛。这部经是成佛之道啊，人人有份呐、啊！
能信、能愿、能行，他就成功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学到此地。